好，我是英雅，我今天来到了迪奥的高级珠宝展，它是 Rose 系列的，是未来感，大家看一下哦。这个祖母绿的项链，主石有10点多克拉以上，是不是太惊人了？然后更厉害的是，他们三个的产地都是一样的地方哦。现在要找一样的地方，然后品质又这么好，然后主石又这么大的，真的好难好难哦。这个部分其实它是采漆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它有七道的手续。然后呢，带一下给大家看哦，刚好配我今天穿的衣服，绿色是不是很美啊？我等一下还会介绍其他的哦。今天现场的手表，我一眼就看上这一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很多彩色的宝石，然后都是我很喜欢的颜色，然后它的表盘你近一点看哦，是金龟子的翅膀，然后它上面用的这些财宝真的是很漂亮，还有它每一颗的宝石的刻度都是要经过精密的计算，因为它真的太考验工坊师傅的功力了。还有一个重点哦，它是360度旋转，真的是如果你想要真的很亲身来体验的话，一定要来这边自己戴戴看哦。看到我的手快抬不起来了，因为它的主石有9.04克拉。我今天为什么看上的都是祖母绿呢？然后有没有看到旁边有粉红色又有粉紫色的刚玉还有钻石？然后它是迪奥先生，他特别设计一个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样比较清楚，是不是像一个百褶裙的样子啊？然后这边又有一个腰身的手环，这个系列真的太值得收藏，太美太美了。